我每天会可能会练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的，可能对节拍器啊，或者是重复每个段落一个段落，一直特别去跑一个小段落的练习。我也不知道待会录音会怎么样，就希望顺利。毕竟也弹蛮久了，这个。人压力非常大，就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，有点像进入另外一种空间的那种体验。Take one.